李代的爸爸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，接下来我们把老人家请出来，欢迎他。你好。欢迎您，李爸爸。现在您的身体怎么样？我患糖尿病18年了，我18年来呢，都是我女儿用她的中医学来的中医知识呢，来帮我调整。同我一样年龄的活，这个得了糖尿病17年、18年的人都死掉了，现在我还活着。我女儿她能够伴随我，让我能够活到现在，我感觉到很骄傲。李爸爸，我没想到您上来竟然说女儿也给过你那么多帮助和温暖，甚至你觉得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她对你付出了那么多。所以我想这个世界老天把我们安排成一家人真的是有道理的。我觉得我对我爸爸的关怀和帮助真的是太少了，我爸爸只要我对他有一点点的好，爸爸就会放大成几百倍，其实什么都没有，都是爸爸的对我付出。李爸爸，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眼睛不好，可以剪一个轮廓啊，人物啊，但是一些人物的比如说表情啊这些细节，对，你讲的很，你讲的很对。因为他呢，我拿了很多的参考，像王树辉的四女画，这个西厢记我都拿给他看，说伊文怎么画怎么画，我也可以给他做示范，人家怎么画啊，我说就教他要讲古人，必须要体现古人的这个气质啊。那么他就看画也是领略一方面，可是他这个真人的表演呢，在舞台上唱戏，带他去看戏，这个戏台上表演离他很远呀，看不清楚。所以我呢就用我在年轻时候也喜欢表演，那么就是也学了些这个戏曲的这个功底动作啊，像小姐啊。小姐这个手指是兰花指啊，兰花指应该是怎么做，对吧？走路应该走呢啊，走路是一条线呢，走路应该是这样走，是吧？小姐走路要稳重，丫鬟走路要轻佻，要活泼。那么所以呢，我就根据我自己经验，我就表演给她看。爸爸也真的是很不容易啊。现在李代手中拿的是四幅作品是吗？是的啊，这些作品都是我在剪纸中剪的关于我和父亲的故事。这吃包子呢是吗？这个是啊，这个吃饼，这个是我的童年，在吃一种葱花饼。我小时候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在一个小镇上，我特别爱吃这种葱花饼，后来长大之后来到了其他外地，就再也吃不到这个葱花饼了，已经过去了几十年。有一次我跟爸爸聊天，说起这个葱花饼，都过去了好几个月，忽然有一天爸爸把这个饼买回来了，因为这个饼实在是买不着了。我很惊讶爸爸怎么会在好几个月之后买到这个饼，爸爸说那天你说过了之后我就一直放在心上。我几乎每天都到城市那个市里面去转，然后转看有没有能买到那个饼，结果终于在一个小巷子里买到了这个小葱花饼。然后当时我其实拿回这个饼来，我真是我一边流着泪一边吃这个饼，其实我不是伤心，我真的是幸福的泪水。我没有想到我仅仅说了这么一句小小的话，我爸爸就能给它放大。后来我就把这个情感剪成了这张剪纸留作纪念。真好，非常好。